船上载满玉米，却有四名船员疑似因为潮湿的玉米中毒身亡。十号上午，中国大陆载着玉米的安徽籍货船行驶到江西丰城水域时，因为船体撞到石头而漏水，造成部分玉米受潮。船员发现后，赶紧联络当地的相关部门，将玉米移到其他船上。用了两条小船，其中一条小船呢装的是上层的干的，底下湿湿的那个部分呢又有一条小船装了。不过却突然发生意外，载运潮湿玉米的船上有四名船员疑似中毒身亡。初步了解，受潮的玉米发酵后二氧化碳超标，造成船员窒息身亡，详细原因还在调查中。另外，在广西柳州一处公园的树下竟然长出一大丛巨型蘑菇，呈现米白色，摸起来相当柔软，也没有异味，让附近民众都好惊讶。没有叫奶酪，边个喊酪嚟？侬切自己在这个根本见过，所以很非常稀罕。专家评断，这疑似是评估。由于近期柳州频繁降雨，加上温度也符合评估生长，所以长得特别巨大。但还是要评估菌种，才能准确判定它的种类。也提醒民众，有些野生蘑菇具有毒性，但是一般人无法辨别，所以千万不要乱吃，以免发生危险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